我是政大广告系四年级。我是政大国贸系四年级，我们两个都是大四的。国小打，然后国高中就断了，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是因缘际会下就继续打。我也是从国小开始打，但我比较就是因为是学校的球场，所以就会跟着打。因为你们是政大的嘛，就是算是很台湾很好的学校的。那你们是没错，不敢对，没错，要有信心。那你们是就是怎么分配打球时间跟读书时间？哦，认真来讲的话，自己要做取舍啊。就是如果网球是你喜欢的，你自然会就是赶快把工作弄，功课弄完之后，花多时间去。如果你这样变强的话，基本上你就要花额外时间去练球。今天的不太满意了，对，就是差临门一脚。对，对，好几个都是三一三一三，然后最后被杜斯吃回来。就在关键球的处理就是不够细心。如果那一球你有信心打下去，基本上得分就赢得比赛了，对吧、啊？主要就是缺那个信心，但是打败他们呢，进四强了就有机会了，过了就拿牌了。OK， 对、啊。